美国一直不是很限制华为吗？对吧？所以可能华为的基础还是在国内更强一些，对它影响应该不是特别大吧？可能在国际上影响可能大一些。我觉得咱们国家现在经济肯定美国，我觉得他们挺那什么的。美国这方面吧，对我们国家，他们好多事情做的都有损于我们国家，我反正觉得应该有关系。